节目由暴走漫画、暴走日报提供。奇怪，去睡觉吧。外婆的葬礼，改编自真实的故事。外婆去世了，妈妈带着她回去参加葬礼。她从小就能看到大人看不见的事物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常常害怕惊慌，生活总是受到影响。有关外婆葬礼的一切，大人们都没有让她参与，直到下葬当天早晨。妈妈，妈妈，等一下，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。外婆说她的衣服穿得不对。小孩子不要乱讲话。是真的，外婆昨晚在梦里都跟我说了。外孙女儿。外婆。哎，真乖，最近有听妈妈话吧？当然啦。那外婆就放心了。不过呢，这次外婆有个事情要拜托你哦。虽然妈妈给外婆买的这件白衣服很好看，但第三个和第四个扣子扣错了，麻烦你帮我告诉妈妈啊。可是外婆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和妈妈说呢？因为外婆还有事情要赶快走了呢。外婆你去哪？你要听妈妈的话啊。外婆等等。第三个和第四个扣子，白色衣服。好的，妈妈去确认一下。果然，从未参加过葬礼过程的她，居然知道外婆的寿衣是白色的，而且确实扣错了第三、四颗扣子。是真的。然而，经历过这次通灵事件的她，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恐慌害怕，反而充满坚定。事情的前后，他也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情绪上不好的影响。也许是因为这就是亲人吧。不论在世界的哪一头，亲人终是亲人。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我是皮诺皮诺曹。那么九月到了，九月不撸，所以你们不要撸哦，不要撸哦，千万不要撸哦。我们大家一起坚挺住。
你拉屎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看暴走日报。